不是什么？母鸡啊。徐明浩老师哦，小八小八教练啊，小八教练出来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来视频，哇，视频吧，视频吧。你们这些耳朵好尖啊！哇 ！Hello， 小花老师，恭喜你们出道啊！谢谢，谢谢小花老师。老师，当时不是我们要每个导师的门都去走一遍吗？然后我就是没有你的房间。就觉得我们还来没有靠山一样。啊，小花老师呢？我们可以录个话给他吗？决赛的时候没有去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没事了，心意到了，没事了。期待之后跟小花老师有合作啊。对。太好了，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跟你们一起。好，可以。哦，老师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来，快推给我。老师微信扫一扫啊。敲文案要敲文案。哎，啊！你的文案悄悄咪咪加了微信。我几年前就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得想一个口号。对，我们得想个口号。现在我们想不出来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的建议可能就是。不打扰你们想口号，我觉得可以。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我们也不打扰你了，老师先注意休息啊。不打扰你们了，真的非常开心，你们可以出道，希望你们可以保重好身体，然后越来越好。也祝你巡演越来越好，巡演成功，加油加油！记得通过微信，通过验证。好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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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